过了南山口岸就是缅甸的老街，很多毒贩悄悄地把毒品再运向我国。重庆市、珠海市、福建省。不要登报了，不要登报了。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线十二六二六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禁毒之战》，我是小辉。毒品交易犯罪呢，通常都具有跨区域作案的特点，从毒源地出货到运输再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往往会在不同的国家、省份、城市之间进行。那么，打击毒品犯罪，如果只是打掉其中一个环节，很难斩草除根，毒贩们很快就会重建渠道，死灰复燃。那么，如何对毒品交易犯罪行为进行全链条式打击，一直也是警方工作的重点。在今年的四月份，云南、重庆两地警方呢，就通过情报共享、紧密协作，共同打掉了一个跨境毒品交易的链条。我们一起来看。今年三月份，我们在边境调烟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龚某，我们正称他叫大龚啊，长期就是往返于我们边境，行迹比较可疑。通过他又发现了一个丁某，怎么才可以同一天裸山战斗卖堆卖台，这两个人从重庆过来，然后刘丁驾驶一辆黑色的 SUV， 然后可能要到我们这个地方边境上进行毒品犯罪嘛。两个人多次往返中缅边境，然后又待的时间不长，又往重庆走。正常的游客他在当地他不会说是来了一天两天他就往国内又回去了嘛，他往返频繁，驾驶的车辆更换频繁，对于他们两个开展这个工作以后，我们就发现他这个丁某啊，对跟境外的毒贩有密切联系。三月十二日的时候，我们正式发现丁某和龚某就过来，要准备在近期要做一批大生意，一直没有突破口，不知道他的运输方式，不知道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环节是怎么做。我们现在初步掌握这批毒品的冰毒，但是这次的量比较大。三月底，这个重庆警方通报了一个线索过来，他们也经营了一起案件，和我们经营的案件的这个嫌疑人是一个对象。最开始我们是经营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他们的周边关系里面有个人有点反常，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然后带三个孩子住别墅，然后那个开XC90，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个通过对他那个行踪啊进行跟控啊，发现他经常和人那个到银行汇款，大额汇款全部是境外。从我们这边来看的话，他那个走私毒品可能性相当高了。是重庆杀人霸区一个叫周某的人，这个人有前科，曾经参与制毒犯罪。周某啊，派了一个人，一个叫丁某的人，到云南边境去组织那个液态的冰毒。马仔到这边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有毒品了，
然后通过判断的话，肯定就是在这边来接货放货了。但具体上家是谁，在这边怎么交易的，怎么接货的，怎么藏毒的，不清楚。当时我们最开始只发现嫌疑人的丁某开了一个车上来，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在对他周边关系人那边进行那个摸排的时候，进一步发现就是那个大工他那个好像也到这边来了。最后通过我们系统排查，明确了大工就是驾驶的那辆蓝色的那个大货车到了云南边境。主要是一辆蓝色的厢式货车。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哎，这怎么开货车？以前都是开那个小轿车的嘛，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再加上他汇款的数量啊，和以前比几何式增长。以前打个比方10万，现在起码就是50万往这边走。所以说这段时间几家一合计，这个东西必须到云南来。为什么说要到云南来？云南来了过后，我们当时是建议的话是可以全链条进行打击，因为从事我们最开始他点我们都是掌握了。比如它的提炼点、制毒点，我们都掌握了，主要是在于不知道它的运输方式和交易地点的方式。是周某安排孟某去打钱给境外的，境外的用。我一开始的这些。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云南重庆两地警方十分巧合地盯上了同一批毒贩，两地警方决定携手合作，情报共享，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力争全链条式打掉这个贩毒团伙。那么接下来摆在专案组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这一伙贩毒分子的交易方式和运毒方式。这个团伙已经安排丁某和这个龚某到云南来了。我不会撤下来之前一个月，就在这个在3月31日的时候就发现了两个嫌疑人已经进入我们云南境内，同时直奔中缅边境，这个镇康。一开始我们发现只开了一辆就是云 A 牌照的越野车过来，重庆警方摸清了这个大工4月1日又到重庆开了一辆大货车过来，弄清了运输的工具，卡口信息一查好，就发现驾驶车辆的就是我们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大光，把车牌弄清楚了，车型弄清楚了。但是我们进入我们云南以后，特别到边境以后，这个车就隐秘起来了。手下的是，好，这是就他，没错。写先期就先。带了一组人就下到南返去，进行摸排嘛。到了南返当天呢，大概是晚上，10点多左右吧。通过信息研判，就发现了这个姓丁的，所住的这个宾馆，就发现了这辆车，这个黑色的 SUV 就停到宾馆的停车场里。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这个龚某，然后就一直在找这辆货车。我们就是在南返的有可能会停放这种大型的这种货车的货运的货场啊，还有停车场，大型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找了，都不在。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丁的位置确定了，车辆也确定了，我们就安排了一组人在那里进行蹲守，防止他突然离开，然后另一组人呢也还会在不停的在找这个。4月2号，我们就发现
境外已经有人组织毒品要入境了。中缅边境，缅甸这一边就是老街嘛，这一段时间局势不太平稳，他实行了宵禁，实行宵禁的同时，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的小路上都埋设了地雷，任何的人员出入都有触雷的危险。这个情况太复杂，后面就撤回来了，还是以国内的工作开展侦查工作为主。然后四月二号的时候就发现境外安排了有人要准备送毒品进来，他是凌晨3点钟开始组织毒品入境，凌晨5点钟入境以后，7点钟以后就通知丁某去接毒品，因为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过交易了，都没说地点，就说你的菜到了。早上7点左右，然后负责蹲守的这组民警呢，就给我们传了情况，就是说，发现了这个丁，有活动的迹象，然后他起来，早上起来以后把那个车发动以后，往南散镇的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叫文明新村的有一个农贸市场嘛，就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呢，人也比较多，路口也比较多，也不便于靠近一点去观察嘛。然后所以我们的民警呢，从远的地方看，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姓丁的男子呢，他和一个陌生的一个女人有一个短暂的交流，10多秒钟大概，然后就把那个女的从一个相当于一个背篓那个竹篮里面提了一个麻袋式的东西，然后当时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就提到那个 SUV 里面去，然后姓丁的就把车开走了，那就回到他住的宾馆里面去了。丁某是在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停留了1分钟左右，那我们怀疑这个地方就是他接取毒品的这个交易地点。我们另外一组民警同时大概也就是早上10点来钟也发现了这辆大货车啊，然后在距离南散国门那个出城口的方向，你就发现了这辆大货车停在一个工地旁边，这个工地又离中缅边境仅有直线距离仅有500米，很难发现。他停放这个车辆的地方呢，和他住的地方也非常接近，步行的话大概就是1分多钟2分钟也就到了，直线距离也就是个几十米啊，大概我们也安排了民警在那里负责蹲守他。金哥，对，我们把东西垫起来。专案组分成3个组，一个是盯着大货车，一个是盯着这个龚某，一个是盯着这个丁某，24小时对他的不间断监控。反侦查的意识比较那个强，不住在一个地点，不同时住到达一个区域，然后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是见面再说。通过对大工的侦查，我们就发现还有一个小工就是他的亲亲的弟弟。发现了小工也是从外地开了一辆浙牌的车停在酒店下面，在他把毒品又转移到了这辆浙牌的
这个小轿车上隐藏。整个过程我们都取了证的。通过分析以后，就发现这批毒品，第一批接货可能的数量就是30公斤以上，这么大的量，他们是接了毒品就马上走，还是怎么算？后面就发现，丁某和大工、小工把毒品安置好以后，又若无其事的就回酒店，各自回各自的酒店，大工、小工住一个酒店。这个丁某住一个酒店，周某他的老板又打了一笔钱到境外，哎，那说明是这批毒品数量对了，同时他们还要接第二批了。近几个月吧，我们侦查的结果，我们其他案件发现啊。现在边境的毒贩啊，现在把冰毒融在那个液体里边，然后通过液态，然后运输到重庆。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就判定它应该是液态。而且重庆几个马仔在日常的那种交流中啊，也反映出啊，应该是液态。把他们的吸毒工厂找到以后，就是小丁跟周某报了之后，他说4升，然后8瓶。回来以后，我们把那个情况一碰，就结合我们的情报研判嘛，就当天这个丁某早上7点的在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就应该接触了，大概就应该是毒品。小丁和大光，他是到云南来过多次了。重庆警方在4月份的时候通报过来，第一次开的是轿车。他就藏在那个雨刮器的水箱里面，把毒品又送到重庆以后，把雨刮器水的那个水箱一个整个取出来以后，把倒出来，再找个修理厂。第二次开越野车来，也是因为小轿车的容量比较小嘛，开了辆越野车来，可能容量又扩大一点。这次为什么开了一辆大货车来？我们怀疑他要藏在大货车的某一个夹层里面。大公是12号到的，小公是11号到的，好像是要朝着那个。他东西是肯定要从云南这边接的，接了之后肯定要运回重庆嘛，对不对？所以说，在他接货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机会。只要他确定他从那个南城这边出来，他肯定货已经到了，货到了，人到了，也行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说普通话，不敢说重庆话，因为毕竟那个地方太小了，人太少，完全有可能碰到犯罪嫌疑人。而且我们的口音呢，万一如果在他被他听到了的话，那完全就暴露了。我们一看外地人，外地人在这边东看西看都不方便，所以说他们那个临沧警方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外线就是说都是他们，比如说是跟人啊这些，有些我们不方便的，他们就去跟。然后我们就是主要是对那个在车上，包括在酒店对面，加什么摄像机啊、望远镜啊这些，我们是在场所内部封闭空间里面进行侦查。4月5日。凌晨又发现了境外的毒贩又在准备毒品，也是同样的30斤。4月5号早上，负责蹲守丁的这一组民警呢，又传来情况，就是说丁又出门了。也就跟着他一起来到这个农贸市场，还是和2号的情况一模一样。就是做了短暂的停留，像马代言的就拎到车里面去，然后还是和之前一样，大概就是几十秒钟以后又回到宾馆去。到中午，他就出来去和这个大工那个宾馆里去会合，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俩人就各自出来，然后龚呢把他大车开起来，然后丁把他那个 SUV 开起来，然后就到了南纺工业园区这个地方，一个稍微偏一点的路边嘛。丁就从那个 SUV 里麻袋嘛那个提下来，然后我们看到当时负责蹲守的民警啊，就看到那个有他提下来的一些液体状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塑料瓶啊，大的小的，它的规格不一样的，提了很多瓶下来。那我们就掌握这个东西，它应该就是液态的冰了。我们就分析它应该要离开了。哎，然后发现了4月5号，他接完毒品以后又回到城里面去了，两辆车都回去了，都一直没有动。哎，我们就奇怪说他怎么还没有动呢？还是继续。这个各自在各自的，哎呀，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的。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开展工作，我们也是很紧张。说好，我这里到手，这边就要动手了，然后进来。这边又传过来情报嘛，可能还有一批毒品，还要再接一次。这毒品数量是很大的，那运毒的车辆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这个货车嘛，因为它 SUV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容下了，这些这个特别又是液体状。酒店我们也不敢去接触，因为这么大的量，100多公斤的毒品，我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酒店老板和他认不认识，因为他那人品一直就是在酒店里住的，也不出门，不敢去。我们的侦查思路是这样。无论他在南陕那个地方，在镇康那个地方做什么，我们都是一个远距离的外围观察，不打草惊蛇。我们最终动手，我们还是得等他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往回走肯定就有东西了。2次交易，3个犯罪嫌疑人，7敲的大货车。警方通过细致周密的调查以后，掌握了贩毒分子大量的犯罪证据。眼下，警方在等待一个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时机，而在2019年4月9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早晨，又去接了一批，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位置。又去接了一批，接了以后就通知那个大工去发动大货车了。哎，那天我们就觉得有戏了，今天可能是个好日子了，要破案了。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信息来源嘛，就觉得他们可能有可能会已经接到要走了。然后我们当时专案组啊，我们决定全部人杀出去。就是说对他们那个几个车呀、还有人全部一个人盯住，但是你只有这个位置现在是最正对的，你看吧，全部看得清楚。那个白色起亚 K5 啊，还有那个蓝色的大货车一起开到一个很偏的地方，就是那个南纺会展中心它背后一个芦苇田里面。然后当时我们跟过去我就看见他们那个白色车子啊，车头对着那个会展中心，然后那个蓝色货车它的副驾就是水箱那一面是紧贴着那个芦苇地，我们当然觉得这有问题了。来德行，那个地方比较隐蔽，周围基本上没人，一条小路上。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就觉得认为他应该要在这个地方有所动作，可能要装东西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就选取了一个可能有100米、100-200米开外吧，很那个旁边有那个很高的那个草，我们就躲在那个草后边，用那个摄像机进行拍摄取证。
当时我们看到什么情况？那个小光从那个白色的起亚 K 五里面后备箱里面拿这种这么大的四升的饮料瓶，有那个雪碧的，有怡宝的，然后他把那个盖子揪开，交给大工，大工用漏斗倒到那个货车的那个外置水箱里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肯定稳了，因为正常情况哪个司机会跑这么地方这么偏的地方来装水箱，而且还装什么雪碧啊，装怡宝啊，这个成本太高了嘛，肯定100%是毒品。当时都装了半小时，半个多小时，40分钟左右。当时过了一阵过后，他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装，但是换了一个地方装过后，我们就不敢再拍摄了。弄了一会儿，就发现这辆车就开始往这个国内走嘛。他打中国了吗？打中国了。在往哪个火车站那边走？往高平了。这儿又是泰国车，大货车已经启动了，往那个桂山东西那边开了，已经开了。一致认为就是说，给他先走，在路上先打到毒品这辆车以后，同时重庆和云南两地一起收网，无论什么情况。必须第一个动大车，要确保毒品这事。因为打个比方，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中途私下有没有什么约定，如果其他人先出了事情，被那个货车司机发现了，他说如果到时候把毒品圈到了或者藏匿了，那相当于我们前期的工作就全部白费了。两个庄主商量以后，由我来这里跟着运毒的大货车往前走，再抽一个民警在半路这个司机拦截嘛。最不可思议的也是最难判定的是什么？按理说如果大货车上装有毒品，它应该有探路车呀，但是两辆他的两个同伙都回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开着车往前走，沿途有6道关卡要过的，他有这么大的自信吗？这个是很反常的。在沿路跟踪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大工开始驾驶这辆车比较慢，40公里。按我们那个二级路，那是空车嘛。大货车跑个60公里到80公里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后面我们又把那个大货车的前期我们拍的照片又拿来看了以后分析，一边走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分析，一边分析一边跟这个重庆警方沟通嘛。沟通以后我们得出结论，肯定是在水箱里面。后来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老板给他说过的，在那个液态冰毒藏在汽车水箱的话是根本不可能被察觉得到的，而且他之前那个小车也走过2次，他觉得这一点问题没有，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帮他探路，有没有检查站无所谓，你查不出来。第六个检查站一过，就发现小工也出来了，驾驶着车，同时也发现重庆的老板周某也已经安排他手下的人接这批毒品了。指挥员就下达命令了，以拦停大货车抓获龚某开始，微信号所有的专案组同时动手。2组2组，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你要变成1组，你往前出，你往前面。计划全部定下来以后，通知前面林强出来这组拦截。拦截我的要求，不要
太正规。如果你是很正规的说拿两辆车把路封起来，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引起罢工的警觉以后，他可能会冲卡的。前期他过各个检查站他都没有害怕，说明他很自信。我就在堵截距组随意点，你把前后车都堵下来，慢慢的查，慢慢的查，查到他的时候你让他下来。然后运气也比较好，然后我们在设的那个卡，第一个车拦截那个大货车的时候，第二辆车也正好马上还有几公里就接近我们准备抓捕的那个军赛检查站。我们接到上级通报，需要配合警方拦截一辆嫌疑车辆。大约十分钟左右，那辆嫌疑车辆出现在我们口岸，我们立马对其截停。在其下车的同时，我们对其进行控制，配合警方抓住了这个人。在大工跟小工落网过后，我们及时安排警力在镇康县城对丁某实施了抓捕。来，我们当你的面把它封起来，知道吗？你看到了吗？这个啊、嗯，我直接拿胶带裁了，胶带裁你签字来。我们这边动手过后，实际上我们重庆警方那边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警力，将周某还有他的几个马仔所住的位置团团包围。然后我们这边一动手，马上我这边打电话给重庆那边，就给他们说你们那边也可以动手了。然后之后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内，重庆的几个马仔包括周某全部落入法网。没有文乔二请签。那个我们有那个合成带来装哈。在这个大工和我们侦查员的见证下，到修理厂把这辆车的水箱打开，放了一点出来以后，再用试纸一试，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的冰毒嘛。现场我们总共放出来了八桶，最后称量下来是139公斤，多一点。舰队以来的近十年来，应该是数量是最大的了，最大的一起了。云南这边缴获的那个液体冰毒是139公斤，加上重庆缴获的1公斤成品啊，大概就是140公斤。以139公斤液体的话，可以提炼出93公斤冰毒成品。93公斤左右的冰毒成品，所以说这个数量的话，我们结合我们重庆历年来侦破的那个运输冰毒的数量的话，应该是属于最大的一起冰毒案件的。押解回重庆的时候，南岸区公安分局的局长郑伟当时在南岸区公安分局门口还进行了一个欢迎的仪式，打掉了一个特大运输贩毒团伙，将整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无一漏网。而且通过审讯几乎全部交代了犯罪事实，振奋人心吧。警察最终就是破案过后的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在云南重庆两地警方的通力合作下，这伙以周某为首的特大运毒贩毒团伙被连根拔掉，不但抓了一批毒贩，缴获了大量的毒品，更为难得的是斩掉了一个毒品交易的链条。这对净化社会环境、打击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好了，我们今天的禁毒之战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